Hi, my name is Kai Wen。今天又来到了我们整理摄影师房间的第三集啦。那我也不知道我到底会做几集，反正我们直到我们把房间整理干净就对了。那我们上一集已经列出了一大堆的器材单，那我们看看今天还会再列出多少东西呢？那我们今天目标就是把那一个角落主要是放电池啊，像是 LP16 空拍机电池，还有一些电池啦，那还有那边的上方把它整理干净，还有上面那些柜子就是放一些比较我喜欢的摄影器材的外包装，那我们都会保留在上面那边，那我们就稍微整理一下。目前上面的柜子是蛮干净的啦，就稍微再整理一下，让它变得更整齐，打开不会吓到的概念。好，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。